企业立院美牛营，睡饱解散。不要睡，不让你睡，快睡。疲劳吗？立院在野党为美牛案发动120小时霸占主席台公事，更就是美牛营夜宿活动，大家把握机会来看看这些平时少见的立委睡姿，纾解一下郁闷吧。动新闻，不让你睡。报道。